欢迎来自台风家族的练习生们，欢迎少年们。谢谢大家。我们先派出我方最强少年，小潘，小潘啊，高小潘啊，来跟我们的那个阳光少年 PK 一下。哇，对，杂志映照，程鑫跟小潘，哪一个 PK 大赛开始？来。哎呀，这是我们80后典型的动作。你什么来着？啊，你是这样是吧？对，我这样的。我们八零后都是冲这样。好啊，好，放大招，来个放大招的。没有大招。就回眸一笑那种。回眸一笑，回眸很酷那种啊。哎。哇呀。哇。来来，小潘你的来。我来这个是吗？必须要一样。来，那我配合你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不是从小确定家庭关爱的那种，就是那种不是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是不同的回眸，你看见不同的女生回眸的方式也不一样。比如说，那你回一个，比如说呢，回头现在是胡可，来你演一个，好不好？啊，胡可啊，对对对，你好好演啊。那当然了。哟，好心情啊，哟，这是喝了这是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哎，咱们比方说。回头贾玲，对，这个对不对？这我一定把这段剪成片花放给贾玲看，放给贾玲没问题。青春真的有很有活力的感觉，所以你对他们等一下的表演是不是充满了信心？我特别期待。少年们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加油，来加油，来，一二三，少年，加油！让我们一起向春晚出发！